赵睿，不进来，嚯、漂亮，高难度啊！哇，这是乔丹动作。是，好，看一下比赛开始，这边广东，格兰尼，嚯，新疆队一上来啊，这个防守的姿态和上一场比赛就不一样。虽然这球是赵睿突进了，但是前面对于持球人。来，你出分外线，赵睿的三分球，好球！赵睿今年三分进步很大，哎，三分命中率也是50%以上的。一旦这边只有15号位挡拆的话，新疆队的上这个内线是往外扑的，哇、漂亮！左路突破，左手挑篮命中，这是纯个人能力，没辙。过来，新疆队对防没有啊？你看，哪怕是没有三员大将啊，接好球。给苏伟，四秒钟了，苏伟，好球，这球给的漂亮，赵睿的空切也漂亮，就是除掉那四分失误，让新疆队轻松得分，真正落下阵地，新疆队相当才得了16分，对，嚯，又是赵睿，新疆队这边让赵睿突得太轻松了，德莱尼确实没有赵睿好用，赵睿三分球的机会。你说他三分球这么准啊？为什么罚球不准？不知道，注意力的问题吧，应该。刚才啊，球转的还是非常的顺。刘源，哎，18岁。赵睿，翻身跳投，好球，21分。赵睿就是个外援啊，篮下魔术师那个类型的运动员，而且他很喜欢在高位拿球。对。他跟戈尔呢也是重新相遇，之前呢在新一季也是被戈尔执教过。阿布沙拉莫球没有护好，出现失误，相对打得太简单了、对，看一下赵睿，任俊飞，好球，任俊飞连得2分，又把分差拉开到了8分。哎，冲进去传球失误，这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。哎，这球没吹犯规啊，嘿，哈，孙凡日捡一漏啊。嚯，好球，23分了。哎，赵睿来了，又卖力气，漂亮。哎呀，这个判断就不好了，哪怕自己再拿一下呢。对，看这边底角，好球，孟铎三分再进啊，12分了。哎呀，嚯，赵睿太快了，25分啊。最后终结这一下了，差一点。还是说苏伟啊，判断的好。对，苏伟到那儿呀，没有往上迎，就留在篮下等。哎，赵睿，朱振旺三分，好球！这个三分不，他太准了。赵睿，好球！林俊飞，碰上联防也害怕。这边还是联防，转底角，杜振旺三分球。嚯，真准啊！大心脏，这得5个了吧？今天，没有出界，广东队反击的机会，3-2，赵睿传得漂亮，广东队追到只差1分，抽筋个人，精彩啊！赵睿出进来，被盖掉，犯规，一刻啊，两个人都抽筋了，这一起跳，这一下起来了就，这球啊，吹的不是上边。上边是好帽，但是下面这个余长洞跨这个动作，跨赵睿给到篮下，篮下吸引防守，杜振旺三分就进了。哎呀，这个小将厉害、哎呦，这球农队这边快攻的机会应该就不停了、底角又是杜振旺，三分进了，追平比分。赵睿出进来，嚯，漂亮，高难度啊！哇，这是乔丹动作，杜振旺，哎，不错，这是掏出一个曾凡日，也不错，好球，赵睿2+1，我这歇会儿有用啊，充电5分钟，通话2小时，这个啊，对，赵睿真的是球星打法了，现在，王子睿这个给赵睿扑的太轻松了。
好，加法有了。到这会儿抽筋好几个，亚当斯还能这么加速出。又是赵睿又进了。你有上将亚当斯，对，我有上将赵睿。这挡拆啊，给曾凡日头多，我觉得啊。赵睿节奏非常好，漂亮。再来两分。看要不要故意犯一个规。没了没了，五秒钟，再来再来。赵睿，赵睿。给到孟铎，孟铎进来了，特步中距离绝杀，绝杀，绝杀！最后孟铎绝杀，孟铎最终的四分帮助。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最后把你淹死，淹死，对不对？前面、哎、其实第四节和加时赛前面孟铎没怎么上。我们来再看一下这最后一球啊，孟铎一秒钟，哇，出手没有问题，这一球。出手没有问题，时间还没有走完。从动作上看啊，确实有小韦德的风范。